我是玲珑青，是一名变装博主。我热爱美妆，因为这是我唤醒它的方法。今天我教大家画一个根根分明的眉毛，一对飞扬的眉毛，一次放肆的变装。当我变装成她，她就成了我的分身，我的姐妹。此刻她想要张扬，下一秒她又变成酷酷的模样。我不太在乎别人的认可，对于意见我从不一味迎合，当然会有失落孤独的时候，但每当我看到镜中的姐妹，都能感受到做自己的快乐。我装扮粉饰不为别人，只为取悦我自己和我的姐妹。没人比她更懂我，因为我就是她，她就是我，没有自己。